好，我们从电脑这边要下载 Room 的软体，请各位直接把克隆浏览器打开，然后在浏览器上面直接输入 room， 就会找到它的官方网站。那，它的软体在最下面，官方网站的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免费下载。那请你直接点选Windows 版本。那如果你是麦金塔，苹果的，你就点 Mac 版。好，那我们一样点选下载Windows 下载。那这边呢，需要登录需要登录或注册。那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Google 或 Facebook 账号去登录下载就可以。好，那因为我已经登录过了。那所以就可以直接下载到它的软体，那所以我们只要把它点选安装，这样就可以那个启动你的 Room。那么如果你觉得在官方网站下载软体很麻烦，要填一堆资料，那请你直接到邱文胜老师的网站，直接在 Google 上面搜寻邱文胜，在他的这个制造者时代的网站上面右手边，这里有一个研习分享区，从这边进来，这里有一个上课辅助的资料夹，请你点选进来。那这第一个就是 Room 的安装程式，那所以你可以直接按右键下载，这样比较容易下载得到Room 的驱动程式。那你下载回来之后呢，因为这边是压缩档，那么所以你要把资料夹打开，把下载资料夹打开，下载资料夹打开之后按右键先解压缩，先把这个压缩档解开，解开之后里面的档案才是安装档案，那就请你一样直接快点两下就可以安装 Room 的驱动程式。